到烤肉，烤肉的食材第一个香丝素，因为香丝素你在烤的时候它会特别香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石板，那石板它有分公跟母，那你要烤一定要用公石，那公石比较不会裂，那母石的话很容易去裂，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油放上去，然后把它擦一擦，让那个油全部都满满的。肉是腌过的，第一个它腌的是只有放盐巴，差不多腌一个晚上，它就会入味哦。来，我们把肉放上去哈。那这个肉呢，差不多半个小时。那我们要七分熟，因为这个七分熟呢，我们还要再炒。要炒的当中，我们会加一个这个洋葱哦，它配料就是加这个洋葱。那我们会给它切一切一份，然后再炒。那如果太干了，它会比较硬，肉食会比较硬，所以我们要差不多七分熟，然后再去炒，就刚刚好。那我们现在顺便介绍这个芋头窑，芋头窑呢，它是要用石头，还有木头哦，木头还有这个竹子，这个是竹子哦。那它这个通常这个芋头有什么作用呢？是在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才是芋头的季节，所以几乎在以前每一家，现在是放在这里是为了要给客人看到。那以前几乎都是放田里，都是放在田里去烘烤这个芋头。那芋头它最主要烘烤的过程，它是要二十四小时哈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刚好是七分熟。这个七分熟了哈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切一些，然后再炒洋葱，然后我们再来试看看好不好吃 ，OK？ OK。好。那我们德文的这里叫德莱公园，那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就是咖啡。好，来把它剥开，然后放到嘴巴咬下去，咬不下去哦。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琴，听那个老人家以前哦，他们也是用这个杵跟臼去把这个豆子，里面那个叫豆子，外面这个叫壳。你的双脚，可以这样子。啊，奶奶只是这样。OK， 对对对，来。对对对，我们要体验这个炒豆子，你要炒的时候要在五分钟到八分钟内，不要爆米花。爆米花你们有听过？你要在十五分钟以内全部完成爆。他们一直炒到怎么样呢？咖啡起先是这种颜色，它会变成焦，就开始有那个味道，然后有那个味道，就一直炒，我让它翻滚。你在炒的时候，它这个会有一个皮在上面。那你在炒的当中，你要把它吹出来，要不然会焦。吹一下，它就跑出来。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台湾有这个地方，所以就是在美国看到山区，可是这里台湾的山区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台湾这里的咖啡跟美国的完全不一样，会就是很甜，然后就是很普通的美国咖啡，可是到这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这里的食物也是从来没吃过的，而且这个忘记叫什么，可是非常好吃的。奇纳夫，对。从来没听说过，也没有吃过，然后这个味道是完全新的，然后也是非常好吃的。